今天的五就是方向找目标，打破本来的舒适圈也关系。组织就是跟盖房子很像。今天有一个人，他有一个灵感，这个灵感就跟一有关。他有二号喜欢陪伴，喜欢倾听嘛，所以二号就会跟他说：“我陪你一起盖。”就二号是一个在情感上面支持的一个数字。那三号是跟行动有关，三号就会跟他说：“你们两个不要再聊了，我们赶快去行动。”所以三号就会去搬砖头、扫水这样。四就是他会有 SOP 啊，盖房子一定会有计划嘛，有步骤，有结构。可是五号就喜欢个人特色。他可能就觉得我就是要把我的房子漆成彩虹颜色。五号流年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就是说我们在过去这一年，我们可能有做了一些根基基础的建设，那在这一年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突破。零数的羊我会说它是自由数，就是所谓的自由，就是在一定的框架之下你可以做的所有的那些事情，才让我们现在有所谓的言论自由。但是自由数就是它也是从四的那个自律之后，然后发展出来。